原标题80年代气功热，有大师声称他发功可以拦截原子弹来源。瞭望东方周刊，文革十年，人们的思想都比较受禁锢，刚一开放，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所以气功和特异功能很轻易就进来了。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发生森林大火，第二天名动一时的气功大师严新收到了一份紧急邀请，你对气功灭火很有研究，能否在这方面介绍一些经验并给予支援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于是严新把自己封闭在火灾现场2000公里外的一个小洋楼上开始发功，随后抛出一句预测，3天后火势开始缓解，几天后在官兵的奋力扑救下，大兴安岭的大火全部被扑灭。大师似乎真的发挥了作用，媒体报道了这一壮举，无数严新的学生为之欢呼。对于特异功能和气功大师的崇拜，在80年代中期的中国形成了一种猛烈的气流，席卷各个地区各色人等。短短几年，气功迷达到6000余万人，气功报刊几十家，各种气功学术著作，气功医疗院，气功表演会处处开花。时至今日，形容当时的人们对气功的态度最准确的词就是疯狂。奇闻处处。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同一年何作修成为中国科学院首批破格晋升的研究员之一。第二年发生了一件震动巨大的奇闻，四川日报报道大足县发现了一名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此人名唐宇，文章趁人类生物学又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省有关科研部门对此已采取措施进行科学研究。这个报道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后来不久北京的江燕、王强、王斌等也向媒体称自己具有像唐宇一样的特异功能，一时间耳朵认字的各种报道铺天盖地，不少人都开始挖掘自己潜藏的特异功能。那一年的5月5日和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2篇叶圣陶写的批评文章，他认为耳朵认字荒诞无稽，违背科学常识，在搞四化的今天出了这样的事，简直是丢中国人的脸。此后唐宇和江燕等人的功能都消失了一段时间，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一场科学界的论战已经启幕。当时上海的自然杂志是宣传特异功能的前沿阵地，一些著名科学家曾亲赴自然杂志编辑部公开表示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而反对特异功能的一方领头人是余光远。1981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暑期高校哲学教师讲习班上公开表示耳朵认字完全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研究在科学上毫无价值。这场论战的高峰从1981年一直持续到1982年，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曾卷入其中。何作修和当时中国科学界比较有分量的科学家都有来往，当时两边都希望我表态支持，我对特异功能是存疑的，但是碍于面子也不好太直接。他回忆说，这种对峙在当时的中国科学界影响甚深，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立了专门机构来研究人体特异功能，几乎所有的学界名人都参与了这场论战，开始是针对特异功能，后来变成气功。何作修回忆，曾经有一次余光远作寿，一批科学家都到场祝贺，在宴席上大家就为特异功能和气功的真伪争执起来，当场就让他表态，深感为难的他说了一句比较折中的话，两方都可以进行科学实验吗？其实在当时支持的一方一直在进行实验，以求验证特异功能的科学性，但是在何作修看来，实验程序非常不严谨，也没有严格的监督。不久中央高层表态了，反对宣传特异功能，
再次强调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通知说，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明之前，报刊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判，特异功能的浪潮暂时退去。然而，此时，以严新为代表的气功大师正在做着出山的准备。一年后，特异功能换了个包装，以气功的身份再次卷土重来。出名的大师不下100个，深圳宇从80年代起就参加了无数气功大师的代工报告。他并不是哪位大师的学生，但是募集气功现场和搜集资料是他的工作之一。80年代初，深圳宇正在科协下属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作，任自然辩证法通信副主编。在余光远的呼吁下，编辑部临时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联络组，深圳宇成为了联络组的负责人。学物理出身的他，一直对特异功能和后来兴起的气功持否定态度。在深圳宇的回忆里，那时候人们对于气功的态度基本是一边倒，一些官员都很支持，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他曾经想到南方的一些省对一些特异人做实验，通过科协来联系，但是省里的关系根本打不通，一些领导支持这些特异人，根本不把他们交给我们做实验。在北京、广州、西安这样的大城市，气功迷们都占据了公园等公共场地，一个气功大师光临就像来了明星一样，有时候连当地的官员都会出席。像严新、张湘玉这样的大师做气功报告，每场都有上万人听。深圳玉说，湘公、大雁公自发五禽戏，内进一指禅，空进气功，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气功门类多得数不清，各种大师也都从峨眉山、少林寺、青城山上下来了。在深圳宇的印象里，出名的大师不下100个，不出名的1000个也不止。那个年代里曾经为气功痴狂的人们，大部分生于60、70年代，插队返程后一直在北京工作的王梅就是诸多气功爱好者中的一个。1987年前后，正是他最热衷于练气功的一段时间。像张宝胜那样的大师，要听他的课必须提前报名，报名费也不便宜。那时候王梅经常和同事一起奔赴各个不同的气功报告现场，他记得很清楚，几乎每次再开始的时候，大师都会挑几个人上来给他们发功，台上的人突然就又哭又笑的，有点像跳大神。当时的王梅也经常在发功现场跟着周围的人一起哭喊，大家都说信则灵。他后来回忆，当时就是受一种氛围的感染，周围的人都信，至少可以强身健体吧，万一开发出自己什么特异功能来呢？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气功在改革开放之初如此令人着迷？70年代末特异功能兴起的时候，当时人们的思想领域比较混乱，对新事物的鉴别能力不强，而且文革十年人们的思想都比较受禁锢，刚一开放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所以气功和特异功能很轻易就进来了。深圳玉说，他觉得这个历史背景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气功得到了一些官员的支持。当时的一些学者和官员曾经把气功抬高到了异乎寻常的地位，为什么迷恋当时的很多情况，深圳玉在心里憋了多年。对于气功，在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气功是最高的科学，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科学界的一些重要人物曾经说，中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的统一可能引起医学的革命，而医学的革命可能引起整个科学的革命。他们把气功称为东方的科技革命，甚至还有更荒唐的观点，叫气功治国。深圳玉说，严新给大兴安岭救火就是一个例子。严新还曾表示，他发功可以拦截原子弹，这些说法让一批专家兴奋异常。不过像王梅这样的老百姓
在当时并不清楚这些宏大构想，他们更多的是把气功当成精神寄托。文革颠覆了很多人的信念和理想，很多概念都界定不清楚，所以一些人就希望借助超自然力量来保护自己，振兴国家。王梅觉得这是气功在民间流行的重要原因，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气功达到顶上的1987年前后，像申振玉和何作修这样的反对者是很难公开发表文章来质疑气功的。一直到1994年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点名要破除伪科学，气功才在讨伐下渐渐偃旗息鼓。而昔日那些风云人物今天早已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网上的一篇帖子说，严新现旅居美国或加拿大，行踪不明。1987年起传授自然中心功的张湘玉1992年被捕，判刑7年后行踪不明。张洪宝1995年逃往泰国，1998年又辗转美国，曾因殴打弟子被起诉，2006年7月车祸身亡。而那些曾为气功痴迷的人们，大多已人到中年，那些为气功狂热的日子早已远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